passiontimes.hk。 就簡單歸納咁講一次先，就係、是、阿、迷之，咁你數一次啦，究竟有幾多個網台你有參與 set up 嘅 ？set up 啊，係啊，唔係有參與啦，有參與。逐個數啊，咪咬啊 radio、magazine， 跟住就熱視，蚊型細台嗰啲唔講，唔記得，唔係嗰啲刁民牛嗰啲唔知咩啦，嗰啲唔清得上一個台嘢啦。跟住跟住應該已經係熱視啦。係。跟住有啲冇出到世嘅台啦，譬如係冇出到嘅細嘅台。冇出到細嘅台啦。冇出到嘅意思即係咩？即係有搞過，但係就胎死腹中。類似啦，即係傾完一輪，然後結果或者又整咗啲嘢出嚟，但係又冇出街咁。係啦係啦，不過嗰啲其實商業嘢嚟嘅，嗰啲調翻嗰啲基本上係商業嘢嚟嘅。跟住就係、是跟住熱視，跟住有參與過嘅係，唔係有幫 D 100做嘅嘢啦，但係唔係 streaming system 嗰邊啦。咁跟住有啲咩其他有啲 commercial 啲嘅，嗰啲就唔係一般會聽嗰啲網台，即係譬如其他嘅收費財經網台啊，咁嗰類嗰啲嘢啦。有外國的 streaming platform， 但那些都不關事。有幫我教會搞禮拜日去做做崇拜的時候的直播系統，理論上都是網台來的，但那些就更加不關事，其他不關事啦。還有很多什麼 U-Online 青台，青台不會關事，青台民主黨開的，不關事，那些不關事，青台消失了。不是有界線的，喂，民主黨那些去到那些不行，去到 RTV 那時候有談過，我都說不搞，因為是劉慧卿。哦，OK。